今天新竹群的蜂友来雪见国家公园出任务，主要是来帮国家公园把野蜂抓走。我们会把野蜂留在国家公园，因为这里是环境很好的地方。这是在木造房子的地基木板之间筑巢，观察它有没有带粉回来。哎，有带粉哈，如果带粉的话应该紫皮就有了。吴大没有坐到这边，这边如果这边还有蜂，那搞不了两窝。没有，这边没有了。他大概只坐到这边了。哦，那是何大挡到他们这边了。对，就你看他都从那边下去，你看他一下去啊，马上回头哦，往下面走，你看， okay. 到头就走哈、okay. ，这样好办，这样好办，那一块苦烂的就好翘。这个钉子已经没有了，对，好翘、嗯。但是板子还不要，还不要翘，还不要翘，板子可能会毁掉。管理员倒在那动。让风让这个有巢阻断在这个地方，对，阻断在这个地方。你先吃，刀片，要不然我也有一次刀。可以，你下去可惜呀、啊，可惜，直接放嘴巴咬。其实它还有个地方可以跑呢，这里。我要石头缝里面了。你才知道现在割得到皮吗？现在割得到啊。那好作业吗？好，皮的方向割，皮的方向是这样，是好，水平的方向啊，好，是。然后你要开始割吗？还是？哎，刚刚现在绑边，绑靠一边，靠单边。这是蜜，来，不然。要适应的哈，新的皮啊，新皮还薄吗？不是啊，完全表完皮啊。哎呦，有蜜了嘞，新的。你看这蜜啊，哎来，两个来看看有没有蜂王。你看那么多那个王夹。来，我来看有没有蜂。翻身把上面切均匀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切平。一起分享。太甜了。真的超甜。下面。那我们这边大概会切一个。是一个直角跟这边对齐这样子，天然百花蜜，龙眼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龙眼这么高，这个就是，对，我们会把它放在那个上头，可以，好，倒过来，刀子还没来呢，刀子在那里。轻轻的话，不要把它划断，划断它会整个穿过去。嗯，一条两条，一条而已。会不会高血压？高血压？不会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吃吃看。不用给你们吃。才知道是什么蜜啊？有他们吃很多了，他们。高山的高山，这是海拔多少公尺？这里1300公尺的高山野蜂蜜啊！我现在找蜂王，蜂王有时候会飞出来哈，你看在墙壁上哈，到处看哦，看有没有比较黑的大只的哈，那个就是蜂王。没有。因为它现在里面还有它的味道，风没有散就好，风没有散掉，表示王还在里面，还能凝聚在一起。要不要手套？何大，不用啊，我有戴羊皮手套，不用，那羊皮手套没办法，它移到前面去。李大，你先看一下，根不是根，没有，你有啊，我打野了。你看到现在在赶风，它从那个蜂巢这边把蜜蜂赶上来。如果说蜂王还在的话，这一群还是会帮忙看，聚集在这边。哎，我到底刚才速度太慢了所以为什么要速大来？手脚快，这一只比较害羞，你跟主人讲，不要让它跑那么快哦。对，离开长老，不想离开长老哈。不然你是放心间。
你看哈、哦，你看这个蜂群有没有？它很多带粉，你看这脚上橘色的这个就是花粉哈、哦，这表示它会采粉，有育子的需求，就是哺育 baby 的需求哈、哦。这如果抓到的话会比较安全。哎呀，我找找看看还有没有蜂王，有没有？哈，明华真的厉害！来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大家看一下。明华每次都看得好久。蜂王在哪里？他也就是凤凰在哪里了？这里，他是短短的，他肥肥胖胖的，他短短的。所以我们在收捕蜜蜂哈，第一个一定要把纸皮啊，虫卵，你自己要不要钉？接下来你自己要不要钉啊？钉得进去吗？固定啊，它要移动的话，可以。你要，你要这边木板先回去了。然后有纸皮，有虫卵哈，蜂王放上去，我会跟你讲，三天之后再来开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撤掉了。他要把这个框啊先固定好，不然等一下你移动，怕你走掉了。对，怕你晃动，两个挤在一起，固定好之后，我们会把蜂王啊放进去，它密封，让它进去，然后再搬走。先放在这里，大概放到晚上了哈。让它外勤风全部回来，隔夜了不用隔夜，晚上就可以搬。晚上的蜜蜂全部都回家，对，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搬。那一般我们在石洞里面收的蜂的话，我们要把石洞封起来，嗯，封掉，嗯，不让它进去，然后外面摆箱子。哦，但现在因为这是没办法处理，完全封掉，嗯。嗯，没啊，这条有坐落两天鱼。它会在往这边越靠近洞口，也怕它拍全部进去。对，它会一直往这边跑。你看，你看，对啊，你要让它往蜂王那边跑才对。不然的话，就是要起码移蜂让它出来，然后摆在那个箱槽口。有没有温温的温度有哈？有没有麻麻的？稍稍的啦，给。现在是剥鸭鸡，好。嗯，你就直接掏出来，慢慢来哈。哦，看来不错的哈，不会惧怕的哈。哎呦，回家喽！来，放在这里。好，掏出来。直接出来，直接出来就好。直接出来。哎，好，不要走，放着，手摊开来。哎、不要压，摊开来放在头嘛，这样子，让它自己爬，让它放在这里，给它爬，让它自己爬，这样它会比较自然。这一下它以后它就认你的味道，嗯。原来可以抓住这种蜂王，第一次就很厉害哦。你要念一下，请祖林来帮忙。有进去了，有进去，有了，有进去。好，那你再来一次，请祖林帮忙。凯莉，你有一直掏的话，越来越多，这边多于这边的时候，这个味道就会比较。嗯，哇，然后等一下哈，进的多就你一边念，请祖林来帮忙。我知道，请他赶快回家。那等到后来再来。老一，莎莎蒂路，我完蛋了。进的会比较快。哦。因为准备的话。因为这里都是他的，把会闻不到，怕这边飞的带动这边的又飞进去，最好不要，最好不要，所以要防空一点。对，好了吗？因为你敢飞，我是觉得缺点会有什么问题。好，请他们赶快回家。因为你飞出来大学，沙沙利路，找声音还有味道会影响到这边。带动逃群的，不要压到哈，不要带到逃亡，不要伤害到生命。有可能，对，所以好，我不建议这种方法。有道理，我们请凯莉换你了，掏了越多进去以后，不要压它，同志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麻麻的，慢一点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好，对对对，拿出来，对对对，手不要紧张，好，慢慢来。放在那边槽口，要压到它哈，很勇敢哦，张小姐，第一次试，不要它，就很熟练哦。对，好，它慢慢放下来就好了，不要压到它。
我手这样子转一转，这样子，这样转一转，对对对。指头手指头不要赶它，对，你就手上这样动一动也可以，这样子这样子对。厉害。哎，真的暖暖的耶。要不再来一次哈？轻一点，好。不要动。佩服。很有勇气。没有，你国家公园里头哈，如果很多蜜蜂哈，你下次多看几遍哈，处理的原则都是类似的，就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慢一点，不要摇动。好。你第一次就做那么熟练，很棒。来，我看看啊，来放在槽口，槽口，对对对对，中间不要压到，哎。对对对，中间。手指头放下来，固定位置，它会慢慢往巢穴里头爬。对，可以抖就对了。哎，不要抖，手不要动来动去，哦、放着就好。哎，让它找到味道，进去。哦，好好好，像发现。哦，所以刚才那个也是错误的，就好，再一次标准了。好了，标准动作哈。轻一点。这个国家公园的张小姐。第一次掏蜂，动作做得很标准哦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。很多，很多可以给你练习。手指头、尾巴、手指头贴住木板，让它有地方下去，不然它会聚集在你的手指头上面。对，要坐楼梯给它下去。不要动，它就会下去了。有没有？它开始进去了哈。好，你看它蜜蜂有没有进去？有啊。有。讲话大声没关系的。好。有没有被叮？没有。没有，什么感觉？温温热热，暖暖的。酥麻。充满了生命力。一阵酥麻，对吗？对哈，是超有成就感。现在整群的蜜蜂啊，就开始到处飞散，因为外面老巢的地方被你破坏掉，所以蜜蜂没有发现到网，就到处乱飞，开始找网。那因为网我们现在放在巢口的旁边嘛，哈，那边会散发蜂王素，慢慢气息散出来，这飞散的蜂群它找找找，就会找到那个讯息散发的地方。它就开始就会进去了，所以你看它现在的那个巢口哈，蜜蜂就开始进去了，沿着墙壁那边爬进去啊。你看，蜂拥而至，有没有？蜂都往这边集中。你看你这窝哈，基本上安全的，只要蜜蜂进去的话就安全的了。你看有没有像那个蚂蚁看到那个，全部都跑进去了？你看这个影片就知道、哦。你看，全部进去了，速度很快。最关键的一点哈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蜜蜂，我们的捕蜂的时候，不是速度快，是要安全，让它蜜蜂全部进去。你然后我帮你搬箱子，把它掀开哈、你看现在蜜蜂哈、开始进去了、是稳定的。然后你把这个蜂箱架哈、靠近它的巢框、要在里面吗？巢框里面。要巢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那个糖水哈、倒进去。那个糖，那个糖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祷告一下？不用了，不用了哈。那个糖盒没卡住啊。靠过来一点，糖盒拉过来一点。拉过去，拉过我这边，拉过我这边。对对。有卡到吗？有。没有。你压一压，会被倒掉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糖水倒进去。有上皮吗？有上皮的。他这边还一窝蜂还好。不知道，那蜂王他自己放的是怎么样？到时候看长老放还是……帮我把那个塑胶袋已经垮掉了，是吧？嗯。
他现在哈、啊、那个蜂王，那个蜂王夹有没有？啊，你蜂王夹不要掉下去哦。有没有找？蜂王夹还在上面哈、啊？还在上面啊。对，嗯，好。到时候就长老自己放了。长老，你敢放吗？有边有放蜂王，蜂王对啊。嗯，可以打开就好了。不大天加我，天块黑放会不会比较好？什么东西？放网啊？对啊，放网啊。哎，就天块黑放。你前面不要压到啊、哦，有啊、哦，可以了。没有哎，松过来一点。压到、啊、可以了吗？嗯，这个糖水喂下去哈、啊，什么时候再喂一次？啊？要不要喂第二次？明天。明天哈、啊。明天再喂一点。好。也是大概这个时候。对，好，完工。现在把蜂子、蜜蜂啊过香哈，交给你们了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